澳门科学馆天文馆上映全新球幕电影《魔力地球 3D》。电影讲述小女孩米娅在外祖父家度假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天文机器，而她的舅父竟然想利用仪器的秘密力量来到改变世界规则。当米娅意识到这件事会产生个怎样的后果之后，就试图阻止舅父进行这个计划。《魔力地球 3D》是由曾经参与过《飞翔的梦想》、《你好地球》、《探索》等广受欢迎的球幕制作艺术家创作，旨在激发5至12岁小朋友对于季节更替的了解，让他们在观看电影的同时亦都可以学习新知识。有兴趣的市民可以到科学馆官网查询具体放映时间以及票价资讯。